干回来了。经理好。小严，业务办的怎么样了？对方还差一个手续。林哥回来了。哎。严谨呐，严谨。你这个脑子里边他有脑子吗？这笔贷款的资金量并不大，为什么非卡在你这儿？你就不能先把它放出去啊，然后我们再补齐这个法人的信息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个月的业绩奖金不想要了？从流程上讲，这件事情从流程，我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呢？这样，我给你打一个比方，我跟我老婆是在结婚前有的我女儿，这个不符合流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能因为还没有办婚礼，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打掉吧，啊！我女儿现在已经上了初一，非常的优秀。我们要看的是结果啊，看结果。我们支行啊，这个月的业绩奖金就看这笔贷款了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那您更要仔细核实。万一孩子不是您的，不仅影响夫妻感情，你给我出去！你他妈给我出去！还有可能陷入法律纠纷。我的名字叫严谨，我对待工作的态度就像我的名字，严肃认真，谨慎负责。你们看什么呢？可认真的人总不太受欢迎。看完了，就算这样，我觉得做事认真一点总没有错吧？凡事就怕认真。为了确保公安民警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，我们将联合银行做一次全面的演习。演习一切从实战出发。劫匪不从公安民警中挑选，而是由银行的职员中选一名同志来扮演。既然抢银行根本没有机会得逞，那么这次演习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山里没有兔子，猎人就不擦枪了吗？希望大伙都踊跃报名参加，接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，确保这次演习做到公平、公正、严谨。到，你们银行的吗？啊，他叫严谨。啊。行长，抢银行我不会啊。不会可以学嘛，学好三年啊，学坏三天。这么着，给你放三天假啊，回去查查外国电影，借鉴一下经验。叫你妹上来吃饭。吃饭了。等你呢。别看手机了。吃饭吧。我要去抢银行了。一张百元新钞1.15克，10万就是2斤半，100万23斤，300万就是69斤。其实抢也可以，就是带着跑太麻烦了。打车容易堵，公交站站停，地铁还挤不上，还是得跑。这是个体力活。
你怎么不吃饭？抢银行不是儿戏，现金什么时候送来，什么时候运走，都要了如指掌。怎么控制顾客，拿什么威胁柜员，都要讲究方式方法。对周围环境是不是熟悉，有没有巡逻的警车，有没有备用的逃跑路线，大到路口的红灯，找到门口的探头，都要事无巨细了解清楚。对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人，我盯他好多天了，这人肯定有问题。瞧瞧咱们人民群众的警惕性多高啊，演习没你想的那么复杂，到时候你就乖乖的让我们抓起来就行了，记得到时候多带点护具啊。哎，你们家电话多少？1391073351。喂，是严锦家吗？我是公安局，你们家宝贝儿抢银行让我们抓起来了。不是，还没抢呢怎么就给逮起来了？你听我说呀，警察同志，我儿子是非常讲，不是这警察，你这这，喂，是警察同志吗？领导让他扮演劫匪，是对他的信任。你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这孩子为了抢银行下了不少功夫，非常认真。你现在抓他，等于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吗？对。你们是要团伙作案是吧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合理合法的抢银行，所以你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，有困难克服困难，没有困难就给警察制造困难。好的，爸。啊，就位。这演习嘛，能有多大事儿啊？嗯，哼。小哥哥，这一支理财产品的收益，说半天也说不明白。先生，您是想办理理财产品是吧？是。今天我们早下班啊。没关系。嗯，可以了，谢谢。连钞给你准备好了啊，一会儿别给错了。这么快啊？我这不着急回家吗？还得看哑巴去呢。嗯，哎，取出2000来，指日可待啊！指日可待。行，那您慢走啊。您讲这个道理，这叫夫妻共同财产，这个房产证写谁的名不一样？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反正孩子是俩人的，跟谁姓不一样？那不是一回事。这个月的零花钱，老子玩游戏眼睛受得了？你怎么才来呀？这儿等你半天了，知道吗？认错了。废话不是，你拿什么号啊？你们家抢银行排队呀、啊？
傻不傻？你，赶紧的吧，这好不容易碰回抢劫，能休息半天。不用那么着急吧？怎么不着急呀？快，走呀，走抢吧。来了，严哥，快点，可以呀，这事儿啊，抢，来吧，来吧，赶紧抢，快，开始，来抢。那我现在可以摁铃了吧？来吧。你这戏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大衣是不错，护具都带全了吗？练过是吧？怕这干嘛呀？挺投入是吧？差不多得了，快快快！你能不能配合一下啊？啊！你这个臭媳妇，受苦了！来来来，上边演戏呢！这什么戏？这什么戏啊？别激动，谁激动谁？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们拦着点啊！大爷，这真是演戏啊！真是演戏啊！那是还说晚上吃馅儿呢？这行行行，快快快快快！局长，这个点儿出警，半个小时解决战斗。记条好了，要不先录一条。这种演戏，我跟你说，都是装样子，一年能播800回，随便拍点，随便拍点就行啊。哦，哎，小伙子，对不住了，刚才下手有点重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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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你摘摘。辛苦辛苦。哎，结算，收工。行行，下班。哎，大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儿啊早下班了，您看，要不我送您出去啊？没良心的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他先走。收队！我不走。等一下，你这都被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啊！刚才我遭遇袭击的时候，背部着地，枪口对着大爷，我有机会开枪，但是我选择了非暴力方式跟大爷解释，因为他并不了解演习情况。可是大爷选择了暴力方式，不听我解释。如果这是真的抢劫，劫匪不可能手下留情。所以虽然出现了小插曲，但我认为演习应该继续。抢劫！把现在拿出来！干得漂亮，宝！小贝儿。你们人到了吗？哎，演习已经开始了啊！到时候啊，咱们还是弄一个专访啊，再弄一个热搜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抢银行嘛，只要不是抢到自己头上，大家都还是喜闻乐见的啊！好了，够了，差不多了。够什么呀？多了拎不动了。一辈子就抢这么一回银行，嗯，能多拿就多拿。你先跟我说清楚，你那枪到底是哪儿来的呀？追查枪支来源是警察的事儿，你已经死了，死人不能说话。不是我，哎，你们俩给我说清楚，干嘛呢？不得等警察过来吗？他还得负隅顽抗呢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再来点。小严，多装点。哎呦呦呦呦！
见机行事啊！啊，慢点，严哥。不好意思。小心啊！哎，来来，继续抢，继续。哎，这门怎么回事？这门怎么回事？哎，这门怎么回事？陈叔呀，哎，老李，不知道啊。我就一直这么摁着的呀，要不你摁呗。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好好好好好嘞。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警察都来了，你又进来算怎么回事？我如果不进来的话，就被警察抓住了。歹徒不就是应该被抓住或者当场击毙吗？我是歹徒，我得负隅顽抗。你别让他们想击毙我，赶紧走！不是，人家这么能开，咱们差不多就走了。你是谁？哎，别吵了！你们做事情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好大的枪啊，真的好可怕呀！啊，要杀人了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！好害怕。啊啊啊！干什么去？给我五分钟，我把那小子给你揪出来。我临时任命你为这次演习的总指挥，我负责监督演习的公平公正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局长。来了。迟到了，迟到了，演习都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好啊。刚开始。刚开始。啊。刚开始也好，好。都把手举起来。谁不举？我们几个配合你就完了，这不还有顾客呢吗？我是不是得先把人送出去啊？那个，几位真是对不住，赶上我们今天演习啊，耽误大家办业务，要不我先把几位送出去？不行不行，我们是人质，我们不能走，走不走得绑匪说了算。而且门关了挺好的，我不想让我老公进来。不是，大爷，我先给。没事，大热天的，这有空调，挺舒服。还能看你们演戏。不是演戏，是演习。啊，演习。这是我孙子，他也不走。配合一下可以，配合。麻烦大伙了，谢谢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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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跑回去了？我不跑回来，我就被抓了呀！人警察来不就是来抓你的吗？请领导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，不让警察抓到我。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已经不是我了，我现在很残暴。撤了吗？哥，走不了了啊！劫匪跑进去了，跑进去了啊！哎，通稿上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有点意思。哎，你把话筒给我，我们在这儿出一段吧。行，可以吧？嗯。观众朋友，这里是《精灵没距离》。今天在我市公安和银行系统联合发起的防盗抢演习已经开始，
我们在现场看到演习开始之后，本该被警方制服的劫匪出人意料的逃回到了银行，并且和警方展开了对峙。谁让他有枪呢？有枪怎么了？有枪也不能不错眼珠一直盯着呀。对呀、啊，嗯，一会儿他一走神，小胖上去堵枪眼，咱们几个一擒拿，结束了。对呀、啊，凭什么我上去堵枪眼啊？假枪嘛，假的也不吉利。我晚上还有事儿呢，你这照头不好吧？是吧？都不许说话，认真一点。演习结束。啊！掌声鼓励。人民警察为人民，好样的！别鼓掌了，他都死了，他怎么制服我？诈尸啊！我还没死透呢。起来，你死透透了。看到没？这是霰弹，当时啪一枪，都给你打烂了，特别的血腥。我是一名警察，我穿了防弹衣，警察防弹衣，你霰弹怕没用，有毛病吗？合理不合理呀、啊？合理，合理，合理就是合理，就应该穿上。哎，我记得哈、他好像打的是你的脸，不是事儿。对，不可能，就是、你脸皮也是防弹的，死就死了，那还不承认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没打脸，没打脸，我们俩看见了。对了，你那把枪把他瞄准了，是不是？他一看枪，哎，他就打上去了，这叫后坐力呀！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后坐力，擦。哎，就算打到这儿，他也没有防弹裤衩啊！别掰扯了，凡事都要讲个证据。你怎么证明你啪你一枪打我头了？证据？啪！这干嘛？看到了吧？我就是打的是这儿嘛。来。自己带，谢谢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们劫匪就你一个人，自己来。你怎么把我们都绑上了呀？那我帮他绑的。你哪头的你？你保安，你还帮他？是你帮我绑的。你先用绳子绑住了大家的手脚，然后用绳子绑住了自己的脚，最后用姚警官的手铐铐住了自己的手。在你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我都用枪指着你，所以我根本不用亲自动手，明白吗？嗯。我说我怎么那么累？我自己来。喂，我被劫匪绑架了，劫匪要求孩子跟他姓。啊？我答应了。来，过来，快给我戴上。我戴上，拍张照啊，凶一点。啊 ！OK， 谢谢啊。行吗？行。我姓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劫匪不按套路出牌，你们也要随机应变。不是铜岗谷共患难吗？我们剁鱼人吃啊。
工作。我这不是牙疼吗？来，还有俩，你先嚼着。我跟你说，这么迟非得吃出糖尿病来，我跟你说，这算工伤。大爷，你自己我已经糖尿病了。小孩少吃点点。嗯。好。不是，真是有困难得找警察呀。老姚，这么着，你们烧给我。别吃了，够了。咱说的没错吧？哎，行行行。布局图已经拿到了，人质暂时安全。调出案发前两个小时银行内外的监控录像，看看歹徒是否单独作案。是。不是我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着急呀？你急什么呀？不行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得看，我这牙疼的，晚上都睡不着觉啊。啊！大家听我说，为了保证演习的质量，接下来我会尽量的做个像个真实的劫匪。把手机收了。我以前呀，以为我今儿能早下班呢吗？谢谢配合。行，咱们不废话了，请配合。你就告诉我，那个牙医最晚几点能走啊？啊，别玩那么多游戏了啊！哎呀，那不行吗？你让他能不能晚点呀？谢谢。嗯，多留一会儿。手机。咱几点结束？我这还有事儿呢。什么时候结束是警察的事儿。手机。那要不然你给我挂一个那特贵的那种，就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特需啊什么的。如果不配合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这还没打完电话呢。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忍你半天了，干嘛呢？这一个一个怎么那么碍眼呢？都干嘛呀？神经！我们单位人家脑子进水了，可不可以帮我找我？站住！有病！不是，嗨！好，跟啊！去安慰他一下。我就是，你更需要安慰。明珠，这姐，你这不能打人了呀！你说你别生气，你生气不漂亮。别往心里去，消消气儿哈。明珠，你真厉害，你把劫匪都打出血了。手机。这属于我遗物。你这算是盗墓，还有什么？哎，动这你就死定了。你干嘛？厕所，你跟我去啊？你老这么盯着我，我能尿得出来吗？
说早下班吗？哎呀，再不回来，蛋糕都被你儿子吃光了。刚刚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，姚警官被击毙了。喂。喂。你怎么拿我手机啊？谁呀？不是。谁呀？可能是您爱人。说蛋糕被放肆。喂。喂。爸爸。哎，宝贝儿。还不回来？老姚还没下班呢。跟你妈说，等着我回去一块吹蜡烛啊。好吧，我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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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啊！你怎么？生日快乐！你抓紧时间啊！祝你生日。媳妇儿，我来救你来了！我在这儿呢，这儿有个市民，他媳妇在里面要生了。好，您别担心啊。现在里面那个孕妇呢，已经到了预产期了。你既然不同意释放人质，是不是应该派一个医生进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呢？好吧。行了，你去准备吧。是。警察同志。看出来了，套路。您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扛揍吗？啊！带劲啊，带劲！哎，枪是我的。哎，真枪不能给你，意思意思得了。手还挺巧。整个过程中，人家严谨就出了两拳。
人家让着招呢，要是真打起来，你们几个加一块儿都未必是他对手。哎，那你还让人姑娘把腿搁你脸上蹭？严哥可以啊，严哥。来吧，这位小同志，这儿还给你留了一块风水宝地。没看出来呀，这小子啊。回去吧。你走。回去。这不还送？你这配枪被抢，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汇报啊？怎么汇报？托梦。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，一名进入银行的警员在与歹徒的搏斗中被判定为牺牲，并在全国行凶。这点不要，这点不要，你干嘛？哎呀，太好了！观众朋友，现在进入画面，我们看到的是民丰银行的吴行长。吴行长，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。不要拍我！你介绍一下。你介绍一下情况。你不要没说。乱死了！是我情况了解不周，又白白牺牲了一名警员。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。这屋里的人质就更危险了。你脸转过来。干嘛呀？你中弹了。哎，你不是约了未来老丈母娘见面吗？我跟你说，再不走可来不及了。我怎么走呀？那小子这么能打，万一姐姐公报私仇怎么办？要不周哥你替我去说说。我可不敢。反正我觉得坐着总比挨揍强哈。哎，这是。站住！你已经昏迷了。我醒了不行啊，我牙床子都肿了。你再耗下去，医院一个人都没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唬得了他们，唬不了我。嘛呢？啊，该打也打了，该杀也杀了。你还想怎么的？演习呀，大哥，走走过场就成了。你玩过吗你啊？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啊，给你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啊。闭嘴！啊，给你一报酬你还就认真了？你给我松手，松手！继续演习。我今儿我还就不回去了，怎么着吧？我就不回去了。你一滋水枪，你能吓唬谁？哎，住手！不是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这过磕头也没用啊！感觉怎么样？看着我！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劫匪，情绪极不稳定。我已经杀了两名警察，我只有死路一条。这个时候你还在挑衅我，我这么对待你，一是为了发泄我的愤怒，二是要让你们知道这里谁说了算。再多嘴，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体力的极限。说什么呢？这有孩子。对不起，胡闹。对不起，演习做做样子不就行了吗？对，你倒好啊，弄个杠精来，还打死俩警察。我知道，领导，我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是拿着真枪顶着你脑门，也得把那小子给我拖出来。是，我。是，以上四个路口的交通都有人指挥。演习各个单位也都按照真实的情况执行预案。那个领导，我有个想法，我跟您汇报一下。要不然呢，我冲进去啊，我把他给拽出来。警察都不能把他拽出来，你行吗？特警队到了。不至于吧？啊，不至于吧？要！
号了啊。我去上个厕所啊。报告局长同志，特警队集结完毕，请指示。这次演习的总指挥是张支队，我的任务就是监督你们，把演习公正的进行。希望在这次演习当中，要做到思维严谨，处置周全，制服歹徒的同时，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。是。支队长，我给你撂一底儿啊，对手不弱，已经有两名警员牺牲了。十分钟解决战斗。等会儿我从正面吸引歹徒的注意力，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。你们从后门进入，沿着办公室潜入到大厅，有机会击毙歹徒，解救人质。到时候咱们这边还有狙击手，三管齐下，5分钟解决战斗。是。激动，放轻松点，严谨是吧？我是来谈判的，把手举起来。这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不如咱俩坐下来好好谈谈。劫匪已在正门，立即进入。我一共有三个条件，第一，我抢的钱太少了，再给我准备2000万。两千万？开什么玩笑？抢劫银行本来就是重罪，更别提持械劫持人质了。你有本事抢，有命花吗？少废话。第二，让现在所有警察都撤退，现在就撤。第三，给我准备一辆加满油的车。好，只要你保证人质安全，给我点时间，我替你解决。但在此之前，你是不是也得表示点诚意？先放俩人质，能好好谈的事儿，咱们何必动刀动枪？把手举起来。想好好谈是吧？干嘛要摸枪？楼上为什么有狙击手？后门现在有人想冲进来吧？前后夹击，这回没跑。告诉你，我已经杀了两名警察，强奸了一名人质。我的手里有老人、小孩、孕妇。
筹码比你们多。不满足我的条件，就等着收拾吧。严谨，严谨，喂，行动，行动，拖不住了，快！这什么情况？要不要先让他们撤回来？别撤了，都牺牲了。什么？演习叛变？不是，行动失败，你的队员已经阵亡。什么情况？局长，我怎么感觉这次演习，您这有点拉偏手。这次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你们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。我不能严格的要求劫匪，但我可以严格的要求你们，因为你们是警察。是。是。这怎么就牺牲了？就淋了点水就牺牲了？就是啊，这死的比感冒都快。前门已经被封锁了，你们只能从后门突破，需要经过办公区。办公区里有消防喷头，鱼线连着喷头上的支撑蜡，触发后支撑蜡断裂，导致喷淋系统启动，电线遇水之后产生电流，你们瞬间触电身亡，明白了吗？宝儿，啊，你干嘛呢？回去。哎，你们可真行啊，这么点雕虫小技，你们全上套了，丢不丢人？那你们两个怎么死的？问你那老同志怎么死的？训练和实战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，业务要精，头脑还要灵活。你们这太嫩了，你们老同志，你头脑这么灵活，给大家介绍介绍，你怎么光荣牺牲的？不许叫他劲儿，擦擦得了。哎，你这个是？啊，嗨，这都为了工作嘛。哟。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要锻炼啊？哇，差不多得了吧。啊，我来吧。哦，行。没见过吧？哎，你们是不是天天都得训练啊？哇，嗯，哎，哎呦，这么多腹肌。呵，我能摸摸你腹肌吗？别逮什么摸什么啊！哎呦喂，行了。哎呀，赶紧把你那哈喇子收收，成什么样了？领导，又牺牲了四位特警战士，这周围还这么多人围着，啊，还有这个媒体，您是不是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啊？我不怕丢人啊。问题在演习当中发现，总比在实战当中发生那要好一百倍吧。警察的生命也是只有一次。领导，我是为您好啊。吴汉长。你那点小心思，我心里清楚。我这上面也有领导。那您看这个演习就继续。不，记者刚刚得到演习指挥部的确认，又有四名特警在行动中被判定为牺牲，退出了演习。至此，演习中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六人。劫匪仍在负隅顽抗当中，下一步警方将如何应对，我们将持续关注。给你爷爷送过去。爷爷。哎，谢谢。警察的行动已经激怒了我，所以呢，为了报复，我决定选一名人质带出去杀了。就你了，这样你就可以出去看牙了。我现在已经不着急了。
让领导先死。哎，对对对，领导先来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领导应该把机会让给群众啊，让我先死吧。今天晚上别抢啊，我要不去肯定输破产。小心走火。小严，咱俩接触时间最长，我知道你打压根起就是一个特认真的一个人，真的。严哥，这次呢？严哥，我今天晚上我真有事，我约了我丈母娘，这都几点了，我再不走来不及了，我真。小严，我告诉你，这次这个忙我必须得帮，我求你，帮你一块儿报复警察嘛，对不对？往这打，往这打，我一死，大堂经理就是你的了，跟这个没关系。你不用行李，叶哥，杀了我吧！我老王家三代单传，到我这辈我母胎 solo 小30年了，我好不容易逮着一女朋友，我谈了1年多，我跟王母娘娘似的伺候了她1年多呀，终于就在今天，答应我让我见我未来丈母娘了。你要是不杀我，就杀了我的爱情啊！你起来吧，你杀了我！你干嘛？我疯了！我被歹徒劫持时间太长了，我现在精神分裂。哎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！你要不杀我，也得自杀，对不对？来，杀我！这往这打来了！我求你，我求你！杀我！杀我！你给我杀我！我求你！我求你！你给我松开！松开！啪！都别吵了！小子，这不就一帮神经病吗？你才发现呢，听天由命吧，抽到短的去死。我太短了。我可以去死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走吧。你跟我去。目标已锁定，随时可以击毙歹徒。等等，歹徒手中疑似我有引爆装置，击毙可能会引起爆炸。畅姐，你也看了，是不是特有意思？啊，不是不是啊，不是前面那胖子，后边那个拿枪那个歹徒。那歹徒怎么了？领导信任才让他演这么重要的角色，这是他的工作。回来了，行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儿子做事可认真了，准备好几。没被警察跟踪吧？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哈各位领导、警察同志、媒体朋友们，大家辛苦了。歹徒穷凶极恶。丧心病狂，道德沦丧，禽兽不如。别说了，你们居然知道他这样，干嘛还三番五次成群结队的往里进呢？搞得现在劫匪非常的愤怒，愤怒，愤怒，来，很生气，给大家狠一个，凶一点。哎，对，哎，对了，凶一点，对，凶狠不凶狠？看他非常愤怒，所以你们注意了啊！啊。歹徒现在就要杀人质了，对，他们要把我杀了。把谁杀了呀？杀我呀？什么杀啥你呀？抽签了，抽了签了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杀你杀你。抽签管用吗？是本来就是杀我。袁军，你要坚定，你要勇敢，凶残一点。哎，好，杀我。哎呀哎呀怕啊。很好。领导，我要求立即击毙劫匪。走。我选择牺牲自己，打爆我的炸弹。没事，我与歹徒同归于尽。
马上结束战斗，狙击手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给我说，我不想回去了。快，宝贝儿，我来了啊！等我啊，等我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位人质，请问一下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你被杀？子弹击中你的时候，你想了什么？快说一下。我在想，我在想，我终于死了，我死得好啊！宝贝儿，等我啊！我来了！这也太儿戏了吧！行动失败，导致一名人质被杀，你觉得这很儿戏吗？再刺激劫匪了啊！所有的人原地待命，等待劫匪放松警惕，再找机会下手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各个单位保持警惕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三带二，这。是不是还一三？给钱！加油！使劲！加油！来你了！预备，准备好了啊！开始！一转眼你都要中考了，是不是更忙了？你爸妈离婚后。你来看爷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每天都有课外班儿。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可去晚了，指不定又要被训了，肯定又要扣零花钱了。他扣你多少，爷爷补上。做功课吧。劫匪的扮演者正是被劫银行的员工，名叫严井，进入这家银行已经工作5年，曾经参军入伍，复员之后参加了自学考试，取得了金融硕士学位。这位文武双全的劫匪在和警方的对峙当中究竟鹿死谁手，我们将拭目以待。你干嘛呀、演习还没结束，这些钱不能动。不是，你以为这钱你真能带出去啊？你自己回头看看，外边100多警察呢，不成你还是自首啊？别自首了，你学着楚霸王你自杀吧。哎，你们这钱还挺像真的是吧？是我们这劫匪还挺真呢，拿自己当真了。休息时间到了，大家回来吧，继续演习。不让玩了，那就都别玩了。你自己看看，屋里外头多少人陪着你一个人玩，你别玩了。这不是玩。你们是不是饿了？
你要点什么？猪脑子。猪脑子。你才猪脑子。孕妇点了猪脑子。他们太过分了，警察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，你们居然点火锅。猪脑子，三份儿。太过分了。让那个张弛给送过来啊。我是张弛，我是张弛，哎，我在这儿呢。不能进来。把我勺拿走了。这个刚好勺子可以放这儿，就不烫了。都熟了。好，青菜烫一下就行。来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哪年的？我00的。媳妇儿，你别烫着啊！你吃的时候，你吃点青菜啊。哎，吃点肉。哎，媳妇儿，哎，你说那个孩子他要姓严啊？你是开玩笑的是吧？哎，你肯定开玩笑的是吧？媳妇儿，你看看我，哎，别走了，我再嘱咐两句，马上，哎，你猪脑一定熟了再吃啊！你真不过去看他一眼啊？消消气儿吧，人家也怪不容易的。嗯，没事，放心吧，出门就跟他离婚。离，必须得离。嗯，就这个老爷们儿，我跟你说，不能要。这是这么多好小伙子，挑一个，孩子一出生，这不就有后爹了吗？一起当爹。打死你啊！楼下都吃上火锅了，你们还不能吃碗面吗？同志，请你不要吧唧嘴好吗？二位好，这是我们局长，这是严谨的父母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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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就是严谨的父亲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儿子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？这就对了。临走的时候我就嘱咐他，有困难克服困难，没有困难就给警察制造困难。对，是不是我儿子特厉害？我们请你们过来呢，就是想让你去劝劝他。啊？让咱们劝劝。劝。劝劝。你怎么还偷吃呢？劫匪不能吃警察送来的东西，万一下了药呢？我妈做的。嗯，可是凉了。儿子，你一定要严肃认真的完成任务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投降，负隅顽抗，坚持到底。让您对着念，您怎么还发挥上了呢？那家属怎么也不按套路出牌？一家子仇人。大妈，大妈，还是您来念。阿姨，还是您来念，您来念，照着这个念。我来。好，照这个，照这个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哎，不是，你把这事开大点声，开大点声。儿子。哎呦呦呦，这儿，儿子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知道。儿子，你们演习这事儿吧，手机直播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那些认识的人都给我打电话，知道你没结婚吧？哎呦，都给你介绍对象哎，张阿姨的外甥女儿，身高1.65米。体重95啊！不，你停，警察同志，哎呀，停！你老伴在家也这样了吗？
习惯了。1.70米，体重102斤，刘大爷的闺女，身高1.90米，体重200斤，练摔跤的。照片我们看见了，绝对没整过容。你要是不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给你来个现场征婚啊！大家伙注意了啊，我儿子严谨，要性格有性格，要模样有模样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结婚以后不敢在一块住，家里有2套房子，都是学区房。哎，我儿子没谈过恋爱，还是个处男呢。但是我儿子学东西特别快，一学就会。不是真的，我儿子特别聪明。我不愿意跟你一块住，我是这样啊。来来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银行门口两侧各有2名警察埋伏，路边停车后面有3名特警，对面楼顶有狙击手，看不清有多少人。哥，你千万不要从窗口探头啊！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不是，那女孩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，女孩男的。听声听不出来，这不男扮女装吗？那是我妹妹，她小时候声带受伤，声音不好听，宁可让人觉得她是哑巴，也不愿意说话。人家嗓子那样，还那么配合演戏呢，咱们也配合一下吧。配合。都配合一下，就是早就配合了嘛。我可能配合不了了，我好像要生了。即将临盆的孕妇已经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送往了医院，我们也祝愿她能够平安顺利的生下宝宝。那么现在孩子都快生下来了，演习还没有结束，不知道现在警方作何感想？如果在实战当中发生这样的事，后果肯定不堪设想。那么这次演习最终的结果如何？本台将继续关注。加油！加油啊！加什么油啊你？玩呢？严谨，你说你这一根筋啊，能不能给警察留点面子呀你？这都几点了，出了事我负责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哎呀，谁也拍我了？严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很欣赏你对待演习的态度。记住，结果不重要，认真对待工作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赢家。等一下，如果是真实情况，歹徒不可能释放人质，所以我要交换人质。好，你挑吧。我来。哎哎，我来，我当人质。哎，进去进去进进，快快进去。你时间不多了啊，抓紧时间。再等一下，一个孕妇等于两个人，所以我要再选一个。好。看，主持人。啊，我拿机器的。你们能摘下面罩接受一下采访吗？记者同志，那就先从我开始吧。行长好，辛苦您一下。你是不是傻？还有你，我看你这个大堂经理，你是不想干了。还有你啊，你还敢点火锅？你说你个老同志啊，老员工，哼，你还挺配合他们的。我这反抗了呀！行长好，你给我放过去，严谨，你他妈在这儿闹这么多幺蛾子！
造反呢你？我告诉你，这家银行我说了算，我说现在得给我结束。可是警察没有抓到我，不能够结束。那你乖乖的让他们抓呀！啊，你一会儿杀个人质啊，这一会儿你又杀了一排警察啊！你现在又那么急，你给我停停，关了关了，这不能录，不能录。严谨，你这不要我的命吗你？那我也不能主动把门打开，让他们直接进来，那样对警察不尊重。不，你别跟我废话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场演习结束了。哎呀，你给我松开，松开，信不信？现在我就把你给开除了。严哥，这工作丢掉的话就不值当。小严，你就听哥一次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行不行？就是就是，真的。听姐的，不划算不划算，你先把手撒开，你先撒开。都想着他说话是不是？好，眼前啊，给你两条路，要不然咱就结束吧，要不然明天我把他们一个个的叫到我办公室，一个个都给开除了。来吧。锁定目标，请求射击。射击。击中目标，劫匪已被击毙。领导，我给您汇报一下啊，这个匪徒啊已经被击毙了，所以这个演习可以宣告结束了。咱们警察同志啊，真是神勇无敌啊，将歹徒一枪毙命。来，咱们为了神勇的警察同志们鼓掌来。你已被击中，报告局长，劫匪已被击毙。我宣布，这次演习的被打死的是那个行长吧？小孩倒是敢说实话。对，严哥没死，我们行长被击毙了。没错，就是我们行长。他为了早点结束演习，就抢了劫匪的衣服穿，自己走到了门口。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我都拍下来了。但是我抢了他的枪，这是事实吧？对不对？不管我用了什么方法啊，即使警察没有击毙他，我可以用这把枪把他击毙了。不可能，他还有一把短枪，他就是在我夺他长枪的时候用短枪打死我的。即使是吴行长抢了枪，也不可能击毙劫匪。行长，你差不多得了。吴小平，这次演习你演的是人质，不是行长，你有什么权利组织演习？导致我们行动失败，我宣布取消你的演习资格，出去！哎，不，出去！行长，你等等。你，我这不是为了……严姐，九点半，如果警察没有把你制服，这次演习算你赢。演习继续。
下这段话可能会成为我的遗言，也许你们也会很好奇，我是怎样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劫匪的。其实我所经历的事情，很多人都在经历着，被家人冷落。吃上了。哎呀，撑死了！哎呀，吃饱了。被领导误会，被同事排挤，你们看什么呢？无论自己怎样努力，生活都不会有起色。于是我开始不满、抱怨，想要不劳而获。可能有的人不敢去抢银行，但是在这样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去做其他错误的事情。希望现在的我可以成为你们的前车之鉴。当你发现自己的欲望超过了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的时候，我想提醒你，千万不要踏上歧途，因为一旦迈出那一步，就永远都不能回头了。这么好的小伙子，你还要开除的？报告，四号摄像头有图像了。之前劫匪用口香糖粘住了摄像头，应该是口香糖掉了。已经确定劫匪位置，马上行动，解救人质。全部阵亡，劫匪赢了。不可能，这么近的距离，我肯定打中他了。有一个细节你可能忽视了，银行所有的玻璃都是标准的防弹玻璃，手枪子弹很难把它击穿。劫匪的自白那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，交换人质的时候他让摄影师进去就是为了给他剪接视频。以下这段话可能会成为我的遗言。这里
摄像头上的口香糖也是劫匪故意拿掉的，把事先剪辑好的视频放给我们看。其实这个时候，他和所有的人质都躲在了柜台里面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等一下，时间还没有到，演习应当继续。现在马上满足我的条件，准备一辆大巴车，在码头准备船，把我们送出去。不然的话，我就把所有的人质都杀了。准备营救人质，确定劫匪位置，随时准备击毙劫匪。生了还得让我给他开车，我死不瞑目啊！哎，你好好开车吧你。玩吗？我教你啊。爷爷这玩不了。买个新手机，回来我教你。咱俩联网组队。不是你们说严谨？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嗯，是个百里挑一的傻子。这一百人里边啊，要有这么一个就够了，要是没这么一个还真不行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儿啊？那现在银行里就剩他跟于海娇俩人了，他傻，他一点都不傻。办公区检查完毕，没有发现劫匪。报告，大厅检查完毕，没有发现劫匪。全体收队。是。不会可以学嘛？哎，需要帮手吗？谁说劫匪只能有一个了？干嘛呀？怎么了，娇？啊？这绑干嘛呢？我摁着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摁一下就摁一下。我就是摁着一下呀。这么多车，这得多少警察呀？这，哇，这事儿大了啊！哎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师傅，您当心点儿。别压塌了，给摔着。放心吧，这上面安全着呢，趴两三个人都没事儿。到时间了。
演习结束了。耶。慢点，来，小心啊，慢点。尸体，你抓住我了。谁说他抓住你了？你不还有我这个人质吗？哎，我的表怎么坏了？演习还没结束呢，有时间。